是 Joy Juliet， 欢迎您收看我们的节目。那么今天呢，我们播出美国中文电视独家专访 BlackBerry 黑莓的首席执行长、总裁陈守宗先生 John Chen 的下集。上集播出了之后反响非常的好，有些观众啊还写信跟我们说，哇，不知道陈先生啊中文讲得这么好，因为通常呢大家看到的只是他用英文来讲话或者是接受各种访问。好，陈守宗先生呢，他是生长在香港，中学时代呢移民来到了美国，先后毕业于世界顶尖的加州理工大学 Caltech 和布朗大学，学习电机工程。陈守宗先生呢是全世界最有影响力的企业领袖之一。好，那么接下来今天第一个单元回顾一下，就是2011年我访问陈守宗先生的一个小部分的内容。那么那个时候呢，他还是 Sybase 的首席执行长、董事会主席，他也是美国百人会的会长。另外一个重要的呢，就是他是 CSIS 美国白宫高级，应该是顶尖的智库中美关系顾问委员会的主席，他是第一位华人的主席。现在我们来看一下那段的访问。您一起在这个智库的其他的成员还有哪些人呢？哇，还有很多人啊，有些是跨国公司的代表啊，跟 CEO 跟什么的，有几位是很出名的政客，好像那个我们的高盛资深的顾问啊 ，Henry Kissinger， Secretary Cohen 从前这个国防部部长。所以也有很多在政府里边做了很多高官的人都来帮助我们做 advisor 的嘛。商务部啊，还有那个纽约证券股票上市，您是这个上市委员会的委员，还有像以前国土安全部，您也是他们的顾问，还有美国出口委员会等等，包括现在的就是CSIS， 您是中国政策的主席，就是您是美国人，但是同时又是一个中国人。我想这两个国家都是你爱的。那么在将来的这个你说你工作的发展，还有在一些政策的制定上，我想知道说这样你自己是怎么样来把握的？哎呀，很难说了。我是这样子，中美关系我是很一个比较所谓很正面的去很 constructive 这样子去做希望中美关系以后都是友好，然后这可以这在世界上是两个最大的国家，最有影响力的那个国家，那应该是希望是两方面是商好，那对世界和平方面还有对世界发展是一个好事情。所以能在这边做到这种工作的话能令中国人了解美国人，能令美国人来了解中国人，然后去这方面可以希望加强那个合作跟交流啊，这是我的主要的目的的做法。那个人生活跟个人那个所谓工作方面的事情的话，那也很难说。在中国我是找不到工作的，我的中文这样差，真的是找不到什么特别的工作，所以我只能再待在美国吧。欢迎您继续收看我们独家专访黑莓的总裁、首席执行长陈守宗先生 John Chen。 那么这个单元呢，我想重播在第一集的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如果您错过了收看我们上一集的专访，就是关于手机使用者个人的隐私与国家与人民的安全和利益之间的关系。我特别要重播这一段呢，是因为可能大家都知道苹果公司的总裁 Tim Cook 曾经呢不愿意跟 FBI 合作，不愿意提供两名已经被击毙的恐怖分子的手机的信息。这个两个被击毙的恐怖分子，大家都知道，他们枪杀了14名无辜的美国人民。关于苹果公司的老板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其实我们相信呢，这背后有很多复杂的因素。但是呢，我也知道这个跟他个人的这个人生和价值观的理念有很大的关系。也就是说，当然他把公司的市场啊、赚钱啊，其实看的是非常的重要。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陈守宗先生他是怎么谈
个人的隐私与国家与人民安全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最主要要大家要了解是，我们因为太安全了，我们没有所谓 back door， 因为美国人很喜欢说 back door， 什么说有一个 code 可以进去看人家的这个东西啊，那么数据啊方面，我们没有这个，我们也从来不会 track 人家的 back door。OK， 还有一件事，我们也不会利用数据、人的数据来做其他的生意赚钱，我们从来没做过，也不会来做。那为什么这个有什么特别分别的？好像那个Facebook 最主要的是用每一个人的个人的数据，跟那个 behavior， OK， 跟去在什么地方去看什么东西什么的，把所有这种数据去卖给那种所谓Advertiser， 对，对不对？那个里面，他们就是主要是做这方面，所以为什么 Facebook 是不要收钱？但是他主要是因为拿你的那个东西，你的资料来去赚钱，对不对？然后我们从来没做过，我们有很多很多顾客都是用我们那个系统的，我们从来没有拿过人家的数据来或资料来去做生意 ，OK？ 那以后也不会。所以为什么安全性就是什么？不只是安全性，所有安全是所谓 security 了。OK， privacy 还比较更重要。我觉得个人的私人还比较更重要啊，这是我自己觉得。所以啊，我们从来不会去看人家的资料，也可不可以用人家的资料，又不会有这个 back door 可以去看到人家的资料。但是我们会做一件事情，因为我们要做一个很好的 citizen， 对， yes. 所以。譬如你刚谈到那个一个坏人啊，跟恐怖分子啊什么，来利用我们的安全性的系统，那不是等于说帮他们的对社会有那个有害处。然后我们有一个legal process， 一个法律上的 process 叫 legal access。legal access 怎么样呢？一个事情，就是说有某一个政府给我们一个 court order， 是要法庭指令。OK， 然后我们就可以 track， 开始会 track， 从那天开始，我们会 track the users。那我们只能 track 什么？不能 track， 我们不能 track 到他的数据，所以你要 send 我一个 message 啊，我没办法就看到那个数据。但是我们知道你 send 我一个 message， 什么时候、什么地点、有多长。OK， 然后我们就要看那个 pattern。OK， 那些资料我们会给安全局啊。会给那个政府，但是需要有 court order， 一定要有法庭的手令，这是要不然我们不会做这个事情。每个国家有所谓 Privacy Act， 他们有指定那个 telecommunication， 所谓这个他们那个数据库那个在哪里，在那个所谓那个所谓 local 那个。data server 那种，所有各方面的里边的条件跟 policy 跟那个方案的话，对我们来影响非常大。对我们在某一个国家做事情也非常大。所以我们主要做 telecommunication， 就希望把全世界都连起来。但是里边的话，每一个国家对此方面的看法也都很不一样。所以里边要花很多精神。所以不是只为个人兴趣，为工作也很大的上联。我们现在买枪，枪支管线，你要看 ID 啊，你要检查，你要 check， 就是说你买了下单以后，你要等多少时间你才可以拿。那将来大家黑莓这么安全，为了避免被这个恐怖分子利用，那不知道大家在购买黑莓的时候呢，你们有应不应该，或者是您将来打不打算做一些这样的身份和背景的这个？我看也不没有这个需要，这主要是因为我刚刚谈到，如果政府有办法，有从他这个法律途径来说，可以去看你这个黑莓用黑莓的所谓那个通信的 pattern，OK 的资料，那的话就我觉得是没有这个需要说要什么拿什么那个 permit 什么的，然后这个因为到底黑莓 itself。也
就是手机方面来说也起的作用也是不是很大，只是用来做一个比较 secure 的安全方面的 communication 而已。好，那么接下来的这段访问呢也是很精彩的，因为陈守忠先生呢在全世界很有名，因为他是拯救企业啊，让一个企业起死回生还有健康成长的神医，他是一个高手。那么当然我们在谈到这个拯救企业啊、管理公司啊等等，那他是怎么做的，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主要的你刚刚也提到要自己要下苦功 ，OK， 你这要这是真的很要认真做你的事情。员工的话，他们无论是他们是 you know 美国人也好，什么国家的人也好，他们看到这是身为老板的领导方面真的去下这个苦功的话，他们会比较有感动，会跟着他们做。那第一是，第二件事情是说，我常常跟人家说，跟我们的团队说，最主要是要 fair， 因为我们做这种，尤其是我们在请救公司的时候，往往要做出的很决定都会影响很多人，对不对？好像那个在商业方面，我们可能需要裁员啊，对不对？那种东西都是，就是我也很觉得很非常难过，你知道，因为要裁员的话，你当然影响人家的生活、家庭的生活什么的。也不是一件好事情，但是呢，非不裁员的话，就是等整个公司可能就一直走下坡，就是所有人都没工作了，对，又是不行。所以这种方面的话，就是需要做的这种事情的话，要主要是要 fair， 不是要 compassionate。很多人说，哦，你要 compassionate， 你要对员工比较好啊什么的，对，这个是当然是应该做得到，但是呢，有时候你是没有这个能力去做到这一点，尤其是在金融方面，就钱财方面，钱的就没办法没有。但是最主要是 fair， 那给公平。哦，我觉得人是这样子，可以一起吃苦 ，OK。但是呢，一定要公平。你不公平的话，就非常难做到，人家可以很认真的去跟随你。fair 还有做到公平呢，虽然是不容易，但是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好，接下来呢还有两个单元呢，我们就要跟陈守忠先生回顾一下过去很多款著名的黑莓手机，还有他们现在新推出的黑莓手机是什么样的，包括呢他还会跟大家谈到他对华人形象建立的一些看法，还有他个人的价值观和人生观。稍待，欢迎您继续收看。那天去专访陈守忠先生的时候呢，我把自己家里的这个，我有跟我弟弟借了好几款他用的黑莓手机，因为他是黑莓手机的爱用者，十几年都是用黑莓的，所以呢，我们就跟陈先生来看聊他们过去的黑莓，回忆过去，还要请他跟大家谈谈新的手机是什么样的。就是很老的黑莓了。对对对，这个黑莓我看那个是 singular 的，是 singular， 大家可能也知道是已经在。很多很多年前给 AT&T 收购，给那个 Pacific Telesis， 然后经过很多的不同的阶段，都变成现在 part of AT&T 所谓。嗯。然后像这一款呢，像我这一款，这个也是比较旧的吗？这个，对，这个是所谓 Q10， 这个是2013年出的。OK， 那个也不是说很旧。对。对。这个来，我们来看那个这个收藏，对对，这个这个是 actually 是2015年年初手术的，比如说这个 touch screen 的touch screen 这个是跟那个同一个手术来，对对，看是同一个，对对，对对，表面看不出有键盘，对，所以这个就是这个是2013，这个这两款是差不多同时出现，哦，同时推出，这个这一款先，然后。这个过了几个月之后再推出这一款，这个是其实这个 machine 这个不错，那个卖的不错。这款大家还可以看到那个小键盘。对对对，也是。对，这款是可能是黑莓，所有黑莓所谓那个是9900，就是 9900， 也叫做 bold 的 BOLD， 这个是黑莓，可能在有历史以来最成功的手机。就是这一部，现在你看了很多黑莓啊，很多还有3000多万的
的 subscriber 所谓新人、嗯、很多都是用这一部手机、嗯、那个很多好像那个 Hillary Clinton 啊都是用这个我上一次碰到 Bill Clinton 是、哦、Bill Clinton 是用这一部、哦、新啊最新的那个这一部、哦、我没有多久之前在一个 conference 上面跟他碰面他也给我一个我们还拍了个照他会这样子好棒啊！那次啊，奥巴马总统要登机，然后他说：“等一下，等一下，我忘了拿我的手机回到办公室拿他的黑莓。”对，这是我的宝贝，我的红的黑莓，就是你看 passport 就跟那个真的是跟护照的大小一样。但我给你，我示范给你看，我是有一个对，那你看那个这个是哈，是 silver 的，这对我都是 silver 的，所以你看就是这个，它跟那个 passport 的 size 一模一样，所以你可以放在口袋里边这。是男士可以放在口袋里边啊，这是我这个是比较特别一点啊，那、哦、是定做的、也不是定做，我们最新出的，就是主要是 material 有点不一样。看我这个红的，女生拿这个红的 passport 黑莓，好棒哦 ，OK， 是是所以这才是名牌，又安全又好的名牌。Prefer 对，是一个新的 design， 那主要对不起，我今天没有带来，那主要是因为黑莓很多人。早一阵子都有一点意见的地方，就是黑莓不够 application， 都不够任用的。嗯。所有的 application 现在都是大部分，尤其是个人的应用体，啊，好像什么 Instagram 啊那种等等的，那大部分都是在那个 Apple iPhone 跟那个 Android 上边。所以我们就用了 Android 的 operating system， 放我们的安全性能在 Android 上边，就出了一部叫 Prefer。然后我们还有就是 touch screen， 但是我现在没有手机，没有在手机，你可以上网可以看到，但是可以把这个 keyboard 拉下来，但是整个手机只有 9mm thick， OK， 只有厚度只有 9mm， 啊、那个是一个 mechanically 是一个非常花了很多精神的时间在里边，所以这个手机的话是刚刚出来，11月6号，从 AT&T 先出，那1月26号会在 T-Mobile， 所以这个很不错的产品。我要看谁用 Prif， 那才叫时尚。今天呢，我们专访黑莓的总裁程守宗先生 ，BlackBerry 的首席执行长、董事会主席 John Chen。多年来呢，他也是Walt Disney。华特迪士尼集团的董事会成员，还有 Wells Fargo 富国银行董事会的成员。好，那么这个单元呢，我们听程先生跟大家讲他的个人的理念呢、价值观等等。因为除了公司之外，这么几十年来，程守宗先生呢为中美两国的发展友好关系做了许许多多贡献。好，我们当然也要听他谈一谈我们华人在美国如何建立自己的形象。还有对下一代的期望又是什么？我是觉得最主要是做一个所谓很多人都会讲做一个有贡献有用的人，对对。那我能贡献的话，今天可以很幸运的可以做到这种多事情的话，也是所谓是我个人方面的幸运的地方。最主要是我对中美关系跟国家美国所有的所谓策略方面的事情非常感兴趣，尤其是所谓外交方面的事情。然后觉得外交跟 domestic 的 issue， 我觉得很多时候都是三连的。 OK， 那好像 trade issue 的是这个，对 trade issue 其实不是只有金融方面的就是商业方面的用地方，对那个两方面这个了解，对方的了解跟尊重，这是一个非常做出一个非常的肯定的地位。那里边的话，可以影响到国家安全，可以影响到外交方面的事情。所以我对这产品个人来说是特别感兴趣。做我们生意的，尤其是跨国公司的生意的，多多少少都要站到那个政治方面的一件问题，因为很多时候所谓政府立下来的案啊，什么都对你那个商业方面的，对你的生意可能会有影响。
啊，尤其是说很多国家的policy， 尤其是我做到黑莓的时候，我是觉得我们真的要培养下一代，因为你要有这样大的一个占比率啊，要贡献这样大的一个，至少要贡献美国 10% 以后的这个所有在各方面需要的工作，所以我们觉得，我常常觉得下一代的领导人才是非常值得培养，真的要需要这样做。那其中要做的是你自己要做出来，要做一个榜样出来，所以人家可以还跟你学。我们是常常觉得，这下一代可能人才亚裔，尤其是中国人方面呢，可能参加这个在所谓 public policy， 还跟这个社会贡献里边，可能要再下一点苦功，要更积极一点，对。还有呢，您也是，您在迪士尼集团，还有富国银行 Wells Fargo 世界顶级的公司，您是这个董事会成员。迪士尼在上海也是新的面貌，所以大家也很开心的。对，6月16号，听说要我们要把那个 Disney 的。上海的 Park 要 open 嘛，6月16号开始。那么富国银行呢？富国银行其实最主要是美国方面的 domestic 方面的生意，这比较最重要。但是我们也有在亚洲有一些分行啊，什么主要是做 enterprise 方面，就是说公司方面的事情。好，今天呢，我们非常感谢程守宗先生的信任与支持，带给我们这一段独家的电视专访。程守宗先生，他不仅仅是我们华人，其实也是全世界人们学习的一个榜样。祝愿黑莓公司在他的领导下更上一层楼。我是卓磊，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再会。